逢星期六晚7点至8点，妈宝游世界。欢迎大家收听逢星期六晚7点至8点的《孖宝游世界》。哇，咁快嚟到9月2日第7集啦，原来系眨下眼已经又过咗个礼拜。咁上星期讲我哋嘅欧洲之旅，哇，反应好好，大家都见到好似咁鬼靓噶，好多人都话哇，你啲相咁靓嘅，搞到佢哋都好想去。当然啦，model 靓啲相啊，更加靓啦。好，咁我今日继续嘅欧洲之旅。嗱，今集咧我就可以悭少少口水，因为咧今日讲嘅地方有啲我未去过嘅，而我将来一定会去嘅。咁啊，呢个时间交俾 Stella 讲下呢个地方。我未去，但 Stella 就已經非常之 crazy 嘅地方啦。冇錯，就係呢個嘅西班牙。哇，係聽到呢個地方，同埋已經感覺到好一種好熱情嘅感覺啊！冇錯，我去嘅時候大概係八月尾九月，都係兩年前嘅事。係啦，兩年前嘅事嚟嘅啫。咁當時嘅天氣，哇！我真係一去到嘅時候已經覺得。熱情啊，係好熱嘅熱情啊，真係 heat 係好熱情啊，非常之熱，係啦，差唔多大概都最熱嗰陣時去到成40度嘅，哇，係啦，係一個好熱嘅地方，但係我自己好中意啦。咁呢度係邊度嚟啊？西班牙其實就鄰近喺法國隔離啦，好多人都知嘅。咁對上少少佢係近住呢個嘅英倫嘅海峽嗰邊啦，下邊咧就係呢個嘅地中海嘅位置。係啦，咁西班牙呢個國家，我自己覺得比較特別嘅就係，其實佢喺近代史上咧個影響都幾大，無論係文化又好啦，或者係甚至係可能少少嘅講緊足球啊，一講西班牙諗起足球，其實呢樣嘢係對世界好大影響。皇家馬德里啊，冇錯啦，馬體塞隆拿，雖然我就唔好睇波，但我哋唔好睇波都知嘅，都知道，雖然渣渣地都知道嘅。冇錯，就係連唔睇波嘅人都知，咁證明真係非常之犀利。咁另外一樣最勁嘅，我覺得係西班牙文啊。係啦，好多人啊，冇錯，原來而家全球咧有5亿嘅人口咧係使用緊呢個西班牙文嘅。哇！係啊，即係唔好覺得西班牙文淨係喺西班牙用啦，其實南美嗰一帶咧都係用緊西班牙文。咁當然唔同嘅地方可能有唔同嘅用字、唔同嘅口音，會有少少分別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學一個比較世界嘅語言，除咗英文之外咧，我自己覺得西班牙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係啦，咁其實呢個語言係世界上第三大最多人用嘅語言。咦？咁即係第一大就英。語啦，另外可能是中文，可能是中文，第三就應該可能是西班牙語噶咯。冇錯，所以如果你想學語言的話，其實呢一個係我有朋友仔學嘅，咁佢都話其實哇難唔係算太難，因為我有時同啲外國嘅朋友傾偈嘅時候，佢哋都話：，你連中文都學到啦，其實你學其他語言都冇問題，因為原來喺佢哋眼中咧，中文係一樣好難嘅語言嚟嘅，因為你望住個字。唔會知道個字係點樣讀出嚟啦，讀音係點，唔會知道個字係乜嘢意思。對佢哋嚟講咧，其實就好似好多一畫畫符號組成一個中文字咁，咁變咗佢哋覺得啊，連中文都學到啦。咁你其實學西班牙文，甚至學英文或者人話日文、韓文啊，其實都冇問題嘅。咁變咗我都幾鼓勵，其實學多種語言係有優勢嘅，無論係旅行嘅時候用又好，或者自己學多樣文化都好多幾幾特別嘅，我覺得會係。如果西班牙文嘅話，選擇識西班牙係啦。但係好多人，如果你真係想學嘅話咧，其實佢個基礎嘅 basic 其實同英文有少少似嘅。嗰啲 letter 咧，其實有時可能我哋未必識西班牙語，但係可能你睇到啲字咧，大約都估到佢嘅意思。哦，咁應該唔難學喎。係啊，因為我都有啲朋友佢哋去咗西班牙做交換生咯，去一個暑假翻嚟咧，啲西班牙語就朗朗上口。咁當然可能識咗西班牙男朋友仔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去歐洲旅行，我諗英語之外，其實法語都未必咁流行，我覺得西班牙話都其實比較係咯，比較多用途啲啊，可以稱為實用性高嘅。咁嗰度嘅氣候係點咧？其實因為近地中海啦，咁我稱為地中海式氣候。但係頭先有講啦，其實夏天係可以非常之熱，即係30几度已經正常啦。但係其實應該去到40度，冬天嘅話甚至係去到-20几度嘅，係啦，温差都幾大。温差其實都幾大，所以咩季節去咧就好重要。唔似得我哋上一集介紹嘅英國，咁可能都係10几度，非常之舒服啦。呢個係真係熱可以好熱，凍亦都係。可以好凍嘅，咁佢春天同秋天嘅時候就雨水比較多，咁但係我自己去夏天啦，咁就見 feel 唔到好多雨嘅，咁幾乎每一日就好似呢張相咁啊。係啦，天氣極度好，個藍色係靚，藍到係冇任何嘅污染物嘅。你見到藍天嘅白雲同我哋香港真係有少少唔同，係唔同嘅。佢唔會有陣灰色嘅霧冚住，所以其實好靚。呢一個係一個普通嘅市，佢哋歐洲市中心好中意有個廣場，好中意 square 咁樣。呢個咧就係個廣場啦。咁可以見到其實係
藍起天咧，有深藍有淺藍嘅，仲要係咁加埋側邊啲好靚嘅建築咧，其實佢一個普通嘅廣場已經好靚，係啦。咁呢一個地方咧就係、是、馬德里嚟嘅，馬德里咁、一聽就知啦，西班牙嘅首都啦，冇錯，係啦。咁集中曬好多文化經濟嘅中心都會喺曬嗰度。咁但係馬德里相對嚟講，俾我的感覺其實唔係啲話真係非常之熱鬧嘅地方，因為好多人講起首都就會覺得好繁華啦，好熱鬧，好多人，好嘈嘅。咁但係嚟到馬德里，我反而冇呢種感覺，唔知係咪我咁啱去嘅時候冇乜節慶活動啊，比較靜。咁條街嘅遊客唔多，因為可能天氣熱啦。咁我就去咗行圖畫呢、係啊，上面呢個公園嚟嘅，好靚啊！係咪以為好似係啲咩歐洲貴族啲咩地方？你見佢嗰個木嗰個雕塑係非常之靚，同埋個天氣哇一流，好靚係啦。咁呢個只係一個好普通喺市中心嘅公園，咁我都係誤打誤撞行咗入去。是想住入去野餐，因為買了一份三文治同杯咖啡，係啦，咁就入個公園度諗住啊揾個地方食下嘢，點知入到嚟發現啊好靚喎！呢張相影嘅時候就八月尾啦，咁其實已經見到咧嗰陣時氣温都係中午其實係差不多四十度嘅，需唔需要攞把傘定係話你中意踩太陽？都係冇人攞遮㗎，係咯。究竟 Stella 究竟去到依個西班牙，究竟會唔會攞遮啊？咁我就瘋狂搽防曬啦，唯有我諗要搽可能五十度，同埋戴翻頂帽。冇咯，最緊要，因為個頭係啦，保護塊面之餘，其實頭頂係好容易曬傷嘅。冇錯，係啦，好多人都可能防曬就搽手手腳腳塊面啦，但係忽略咗頭頂。其實特別係你個啄嗰個轉位啊，其實係好容易曬傷嘅。會興㗎，係會興㗎。你可能曬一陣，你隻手摸一摸你個頭咧，已經係熱嘅。係啦，咁呢個馬德里我自己幾中意就係呢個比較靜嘅地方咯。咁得意在咧，佢係我第一次見，其實我真係好 surprise。咁去到嘅時候咧，通常我哋香港警察行必啦，咁就兩個警察就咁行過啦，佢哋嘅行邊係點咧？真係騎住只白馬喺你隔離行過嘅，即係你等過馬路嘅時候，嗰只白馬會喺你隔離同你一起等過馬路。等於好似英國依個嘅白金漢宮門口嘅事添，冇錯啦，有呢啲同你一起過馬路。係啦，咁我見到嘅時候就哇，原來真係好犀利。咁係睇得出係巡邏緊嘅，係啦。咁但係因為馬行得比較快咧，我又唔好意思跟住佢哋，覺得我有啲咩企圖咁樣，所以就望一望，跟住就走開。呢張相我好。好中意係因為你睇下藍天個藍度咧係一嚿雲都冇嘅，同埋嗰個建築物唔知係咪一間教堂嚟嘅，係啦。咁呢個就係馬德里俾我自己嘅印象，第一個感覺係啦，好乾淨，同埋咦人唔好多喎，唔係好多強國人啦，暫時嚇。我自己去嗰陣時就唔係好覺嘅，但我下一個介紹嘅地方咧就係我覺得係比馬德里更熱鬧嘅就係巴塞隆拿啦。咁可能而家聽好多中意睇波啊嘅人已經係啦，好多人好熟悉嘅，咁就係啦。下一張相咧就會。見到其實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足球之都啊！咩叫足球之都呢？就係、是、成個城市你都會見到呢一種深藍同紅色嘅 pattern， 就係巴塞隆拿嗰個隊伍嘅球會個係啦個球會係啦。咁你去到邊度咧，都會見到有佢嘅商品啊，唔係淨係波衫嘅，係啲毛巾啊、旗仔啊，全部嘢咧都係巴塞隆拿嘅。咁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特別有睇開波嘅人啦，咁但係去到都感受到嗰種氣氛係令你哇，係咪要買翻件波衫嚟著？是有這種感覺的。咁去到的時候咧，因為有些人會特登去睇波啦，咁我就冇去到，但係行喺條大街道，其實側邊咧，呢一個就係啲普通條街一啲鐵皮嘅 booth 咁樣啦，一啲小嘅攤販，咁佢就會賣呢啲。咁行入去成條街咧，其實你會見到好多關於嗰個球會嘅嘢。咁如果中意嗰個巴塞隆拿呢個球隊嘅人咧，去到我覺得係非常之瘋狂嘅。係啦，無論你喺條街度咧，見到遊客又好，大朋友小朋友都。多咧都係會著住件波衫嘅，所以即係足球一樣，除咗運動之外，都一個生一門好好睇一門生意嚟嘅。生意嚟嘅，冇錯。巴塞隆拿佢個嘅球會咧，啲全世界都係數一數二啦。咁你衍生出嚟嘅旅遊啦、商品啦、廣告啦，即係都帶動咗成個諗呢個地方嘅經濟啊嘛。如果你中意呢啲波衫嘅話，其實佢哋巴塞隆拿會有好多呢一類嘅鋪頭啦。咁你只要揀啱咗你自己 size， 無男仔女仔都有嘅，揀啱咗自己 size 嘅波衫，佢可以即刻幫你。印埋你個名字上去嘅，咁計翻埋，我諗都係講緊200-300蚊港紙有一件啊。咁如果中意嘅話，可以買一件翻屋企。咁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呢一種質地嘅衫，因為其實好舒服，即係就算我唔係著嚟踢波都好。佢而家都係用歐羅做一個係歐羅嘅，係啦，冇錯。咁去買嘢啊，其實好方便嘅，因為其實我就係法國同歐洲法國同埋西班牙一齊玩，其實都係用歐羅就走得通。咁但係有個可以提示嘅地方就係語言方面，佢哋可能未必咁識英文。
係啦，咁佢哋變咗佢哋會好誒中意用西班牙文同人哋溝通嘅。嗯，係啦，咁即係即使你係遊客，你同用英文同佢講，佢都未必可以用好好嘅英文答到。咁當然你遊客區可以點都答到你一兩句，但係你可能偏遠少少嘅話咧，就有少少麻煩嘅。但係身體語言啦，唯有就係靠手語，大家就係啦，傾下偈啦，冇錯啦，中國人最叻㗎啦，係指下指下，左指下指下咁就得㗎啦，係溝通到嘅，係啦。咁巴塞隆拿除咗踢波呢個足球之外，仲有另外一個就係佢係一個海邊嘅城市嚟嘅。咁除咗睇呢個頭先嘅足球嘅嘢啦，去海邊其實好近嘅啫，就係行出少少，你已經見到一片好靚嘅深藍色嘅海。佢個海嘅顏色係你睇個天同個海咧一個對比，其實影相非常之好睇。藍色都有唔同嘅層次，冇錯，其實一張相就有好多唔同嘅藍色。咁我自己係中意間唔中咧就行完，可能一日完咗個活動，你知因為八月幾啦，咁但係日落嘅時間可能講夜晚八點、九點，甚至係十點個天先開始黑。咁咁呢咁悠長嘅日光嘅時間有咩好做呢？咁又行到好攰啦喎，咁我就會通常就係企喺條橋上面啦，其實有好多遊客喺度嘅，咁或者係當地嘅人啦，咁我就會揾個地方坐低，咁就可能望下天啊，又係好似頭先咁食下三文治、飲下咖啡，坐喺度，其實非常舒服嘅。咁但係有個小心嘅位置就係可能見到個海上面一點點白色嗰啲咧，海鷗係啦，冇錯，同你搶食嗰啲海鷗係好恐怖嘅海鷗嚟嘅，佢哋係一個有攻擊性嘅海鷗。咁係會點咧？咁可能你坐喺度食緊份三文治啦，佢哋咧就會企喺你隔離，佢有個欄杆嘅，佢會企喺度。首先咧，佢會望住你，佢用個眼神好兇狠，即係雖然你睇唔明佢啦，但係佢好兇狠，係死望住你個三文治。咁你都係食啦，就好驚啦，咁好驚佢搶啦。咁食食下嘅時候咧，原來唔係望住我，係隔離有個小朋友拎。拎住咗杯嘢，雪糕咁嘅嘢啦，系啦，咁你啲小朋友就可能攞得唔穩，跟住只海鷗係真係會衝埋去擔，跟住成杯雪糕就走咗啦。哇！雪糕都食到㗎，海鷗係啊，非常之犀利，係成個拎走咗。咁我變種海鷗嚟，我懷疑呢啲海鷗係咩都食㗎，因為我都見過佢哋係成個袋、垃圾袋嗰啲膠袋都會擔走咗。可能佢哋變種變異喎，正常食魚，但其實都幾惡㗎，所以要小心啊，係啦。即係我若真時你叫我小心啲爬手添，竟然叫我小心啲海。小心海鷗係呢個冷知識要知道，好緊要。爬手當然都要小心，但海鷗都係好恐怖，因為海鷗係會明搶，爬手就係暗暗偷，覺得搶食物嘅啫。係啦，都係搶㗎啦。咁呢個係比較得意嘅，要小心啲啦。咁亦都有朋友去過，就話試過見到有人咧俾海鷗啄到個頭啊。係因為其實呢啲鳥類有個冷知識咧，又係比較得意嘅。佢哋咧係中意一個地方入邊比較高突出嚟最啄啄嗰個位置，係啦。咁好似就小朋友攞住杯雪糕咁，佢伸咗出嚟最啄啄個位置就係雪糕啦。咁如果你乜都冇攞，可能就坐咗喺度嘅話，佢有可能會 target 咗你個頭。係啦，咁就會飛過嚟，可能啄你，因為你對佢嚟講可能有攻擊性啊。係啦，咁有咩可以預防嘅咧？就係盡量小心啲啦。烏低個頭，趴低少少咯，或者戴頂帽咯。因為有講過嘅如果唔想佢攻擊你，最好個點咧就係比較細嘅一個點，因為佢哋集中唔到喺咁細嘅點，咁就唔會攻擊你。咁個頭戴頂帽咁。戴頂帽，我戴頂帽係防止佢啄我都冇咁痛啫。其實係咯，都可能會擔走你頂帽喎。係啊，呢個係驚嘅，因為本身驚海鷗啊。係啊，咁去到之後就發現。哇，原來是這麼惡的。除了這個足球，除了看海，還有另外一個我自己很喜歡，因為本身喜歡看建築拍照的，就下一張照片就是這個高地的建築之旅。因為這個非常之，這個是我自己覺得它是建築界的神級的人物來的。它當時就是在這個巴塞隆拿起了很多很前衛很先進感覺的樓宇，這些其實是已經是很久歷史，不是一些新的大廈，但是你看著其實你會覺得它仍然有那種很時尚的感覺，完全不覺得它可能是幾十年前起的。幾個歷史都大約這個都可能有差不多一百的，一百年過百年，但是真的感覺完全不會覺得它很 old fashion。 是啊，還有你想起可能說真的是一百或者幾十年前的時候，它有這個 idea 可以起到這棟這個想法出來，因為以前的樓其實很多都是斜斜正正四方啦。如果它要起到一個波羅文要克服的東西，除了是它設計方面，還要是那個力學，因為波羅文和個平面的力學是完全不同的。這個就厲害在其實它很多設計的屋都是以一個線條的
形式嚟起嘅，係啦。咁比較熟悉可能巴塞隆拿嘅聖家堂啦，就係佢嘅作品嚟嘅。咁到而家都未起完啦，當然幾多八年都仲喺度起緊，但係呢個真係成為香港嘅，就諗呢個世界嘅奇蹟之一。起咗幾百年都未起完，都仍然起緊係啦。咁但係入去嘅時候，你會睇到係一個好靚嘅地方，用唔同嘅線條，因為其實佢有講過，原來咧曲線對佢嚟講咧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有不同的感覺啊！咁當然佢起咗出嚟之後，我哋望落去都哇有哇一聲嘅感覺。呢、這個我去到的時候，其實佢是開放參觀的，是可以入去睇嘅。誒冇嘅，其實是參觀的，係、哦、啦。咁你入到去就會見到，其實佢唔止外牆是一個波浪形啦、嗯，其實佢入面很多都是呈一個拱形啦，有 curve 嘅線條。咁係同一般的建築很不同。如果喜歡影相的朋友，其實好適合嚟呢度，係啦，因為你太陽照落去啲光影啦，有啲線條嗰啲光暗位係好靚嘅。咁呢個就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啦。咁但係我今日要非常之推介大家去嘅地方咧，就係位於一個太陽海外一個叫隆達嘅地方啦 ，Ronda。係啦，咁佢就唔係馬德里，唔係巴塞隆拿呢一類嘅大城市。咁就望下下一張相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是。被稱為白色山城，咁點樣去呢？就係、是我當初咧就係住呢個馬拉加嘅馬拉加，然後就搭車搭巴士過去，咁呢個就係當地嗰張巴士飛，10 euro 到，係啦，咁就排隊買飛啦，咁就10 euro 到搭車過去，咁呢一度咧就係、是、呢個嘅 Ronda 啦，咁呢個地方其實就係近西班牙的海岸邊啊，喺西岸的一個沿海，沿海嘅海邊山城啦，我稱佢為，咁有咩咁特別呢？就係、是這個地方為什麼稱為白色山城呢？原來是屋啊，它所有的建築很多時候都是用白色的外牆的、即是油曬白色的油，我自己估計可能白色是比較容易散熱，因為那個地方比較熱、然後白色這個後面呢看到一個鬥牛啦，西班牙一定是講鬥牛啦、這個、它是國旗來的，沒錯，後面那個就是鬥牛的那個場地啦、Garina 可能是場地，沒錯，就拍不完了，就拍了一隻牛，這個就是它一開始我們開始走的地方，下一張就是去到這個的這個是一個商店街，我稱它為，因為每一個城市中間的條街是比較熱鬧的、這個小鎮的條街就熱鬧在就是這個位置穿進去，你看到其實它旁邊的建築不是說那些很浮誇的建築的、其實都是比較簡單啦，但是剛好那條商店街呢就我去的時候在做活動，所以就整得比較漂亮一點，走進去看見這些呢很漂亮，其實是一些用紙整成的燈籠的一個球狀燈籠嚟嘅，咁當時成條街咧就不停咁掛咗一串嘅燈籠，咁你影外望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個天空好似變咗彩色咁，好似 rainbow 一個個 rainbow 咁靚、好靚，咁我咁啱好彩撞到呢個地方啦，咁其實我行呢個嘅 Ronda 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冇特別去計劃過嘅，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較隨心啦。咁去到嘅時候，見到個個都行去嗰邊，於是我就走去八卦下，咁就走咗入呢條嘅商店街啦。咁呢條商店街會有啲咩？就可能有啲餐廳啦、或者一啲電話卡嘅公司都會喺度揾到啦，一啲賣衫嘅地方，甚至係紀念品嘅地方，全部都會喺度嘅。係啦，咁下一張相就可以望下啦。呢、這個就是當地的紀念品，它們是很漂亮的，是用一個陶瓷的形式整了一些好像碟一樣的東西出來，這些東西其實不是真的碟來的，是歐洲人很喜歡的，就是家裡在夢牆上掛起這些陶瓷類或者畫畫這樣的、就這個就是他們當地的有特色，你看到其實有些是有些花紋簡單一點的，也都有個下面是左下角這個就是他們那條橋，我一間會介紹的，是連接兩個城鎮中間的那條橋，全部都應該是手繪的，沒錯啦，很漂亮、非常漂亮，但是很容易打爛，所以如果大家是最後會如果買回去是啦，會買回去的時候有沒有買回香港、我沒有買到，因為我真的很怕打爛，而且這個是我旅程還未完結、我不敢買、太長程，如果不是你旅程可以買張包好、pack 好都很漂亮，這個是很漂亮、剛才隔離那個就是那個鬥獸場、是的、那個 Rina 鬥牛場看到一點點、這個是我自己比較喜歡而且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手信來的、大家有經過可以買啦，然後下一張照片、沒錯，放大了鬥牛場了，通常就是入面外面，但是他們的場次、都是要即場去看一看的，因為未必那麼容易上網找到資訊，所以要看到都是要講緣分，因為要看看你是不是剛好撞到他的場次啦，還有剛好那天有沒有什麼時間有沒有場，這個都是要看的，就很可惜你那天去到就沒錯，因為我那天去就沒有，所以沒辦法、然後
下一張相咧，我哋就呢、這個就係、是、呢個山城。頭先有講過啦，點解佢叫山城呢？而家望到咧，突出嚟呢嚿石咧，其實係好高嘅，大概200多米高，喺、個平地計起。咁後面咧，見有啲平原咧，嗰、那個就係平地啦。咁換言之，呢、這個山城咧，其實就起喺一嚿200多米高嘅大石頭上面。是啦，咁呢個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犀利建築，即係以前嘅人點解有可能可以係將啲建築起喺啲咁高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就係頭先嗰個好靚啊紀念品嗰條橋啦，係啦，就係呢個嘅實物啦。冇錯啦，咁頭先見到嗰個咧，嗰、那個懸崖咧就係喺呢張圖嘅左手邊啦，就隱藏咗啦。咁然之後，我哋而家右手邊嗰邊咧就係叫新城嘅地方啦，係一個新嘅城鎮啦，咁、叫新城。咁呢條橋咧就係、是、連接咗兩個城鎮。呢、這個城鎮比較得意，頭先就話有個好似大石頭咁啦，但係點解會有條橋呢？就係、是、因為呢兩嚿大石咧，中間係有條200多米深嘅懸崖啊。係啦，咁佢呢條橋咧就係、是、要連接呢兩個城鎮，所以變相佢下邊嗰個位咧，其實係200多米高啊。係因為要支撐住，但係有個恐怖嘅小故事啦，算係。咁話說起呢條橋嘅時候，因為當時人力物力方面未必咁好啊，始終係都講幾百年前啦。咁起嘅時候其實一定會造成好多人命傷亡，特別係呢條橋咁高啊，係好容易出事。咁終於啦，去到完工嗰一日啦，以為唔會再有人受傷啦，亦都唔會有任何事啦。咁呢啲橋通常咧，側邊會有塊金屬嘅牌，就寫住呢條係乜乜乜橋，建於幾多年，有邊個設計，咁通常會塊咁嘅金屬牌，就係釘呢塊金屬牌代表完工嘅時候咧，釘嗰個設計師咧就跌咗落橋。系啦，钉嗰块牌嘅设计师跌咗，系啊，个设计师自己去钉咗，系真系钉咗啦，系啦，咁就成为咗呢条桥最后一个亡魂啦。我哋有冇咁邪啊？系啦，咁直到而家咁 ，so far 就冇事发生啦。咁但系原来起呢条桥嘅时候，当时真系比较惨嘅，就系好多人命牺牲咗。咁但系冇办法，因为始终系讲紧几百年前啦，佢哋嘅运输又好，建筑技术其实都唔似而家咁先进，即系吊嚿石头过去就可以搭到出嚟。但是而家望翻起其實犀利，條橋是人可以企上去的，係啦。咁你向下望嗱，下一張相向下望的時候咧，呢條就是我頭先講嗰個200多米嘅懸崖，望落去就會係咁嘅景象。冇錯啦，碌落去都應該都都幾係嘢啦，都係啦。呢、這個就我好中意嗰個200多米深嘅懸崖啦。咁睇左邊就係新城，係啦。咁呢個就係下邊嗰個懸崖嗰個位置。好靚喎，佢全部係長好多唔同嘅綠色植物。係啦，嗰、那個兩邊嘅懸崖其實就係石頭嚟。但是加上原來底下有些綠色的植物，加上有一條很小的河，可能這裡看不到，因為很幼被樹擋住了，但是畫面是漂亮的，我自己就很喜歡。但是有些累的，其實走這個山城，因為你知道山城的石頭就是怎樣，就是不停地上上落落上上落落，變成以前有讀者問過我的，哇，去到那裡我怎樣玩呢？其實我這個地方我真的推薦用隻腳去走，是啦，你不要覺得說可以踩單車啊，都踩不到的，是啦，一來那裡沒有交通工具，即是沒有市內的交通工具，其實它不大的，它好像我想好像維園島銅鑼灣那麼大島，好小的而已，是一個很小的山城來的，真的走路就可以了，不要說去租單車，因為單車上落上落呢，你最後只會更累。當地都有些馬車可以俾你坐嘅，咁嗰啲係遊客嘅體驗啦，咁可以試一試。咁但係最好嘅方法都係用行路。咁其實而家圖入邊呢一啲地方，頭先就話個懸崖底啦，其實沿住個山城咧，佢有啲斜路係可以慢慢落去嘅。咁落到去就會見到呢啲風景啦。咁呢個就係個山城啦。你見到其實佢都係斜斜地嘅，咁入邊有啲小徑就可以落到去。咁我自己幾中意嘅地方就係、是，雖然有人話呢個地方可能又殘舊咗少少，唔似得大城市嗰啲景觀咁靚。甚至乎是油晒有翻身，你看到其實白色的那個屋呢都有些污跡的，但是拍出來的感覺是殘舊之中有當地的歷史味道，我覺得保持原汁原味，不需要將它過分修飾，沒錯，它本身的建築物和環境已經超級漂亮，其實都不需要再你加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我想破壞那個建築美感，沒錯。所以這個地方好在就是未是太多遊客會來這裡，我這個都是無意中發現的，我自己就這個是得意在就是見到一個伯伯，其實他不是坐在那裡
冇嘢做休息緊啊！其實佢啲側邊嗰啲凳仔咧，係佢一手一腳積出嚟嘅。係咪啲藤嘅凳啊？係啊，其實喺香港已經好少見。咁我咁啱去嘅時候見到係阿伯伯自己親手積出，雖然咁細張，未必係。好得意喎！係啊，未必係真係可以坐定點樣啦。但係係一啲手工嘅飾品，可以放喺屋企咁啊！我自己好中意。即係 handmade， 佢用佢嘅手，用佢嘅勞力將啲凳咧，我諗佢用我啲藤啊，慢慢用織啊編織嘅方法織出嚟嗰個凳嗰個。有啲 handmade 嘅嘢其實香港比較少見。同埋諗嗰啲木。可能那些拼停都可能是阿伯伯自己游上去的。沒錯，是啊，因為跟阿伯伯我覺得沒學西班牙文的壞事就是跟他溝通不到，但他會很好心機是跟你慢慢講嘢，雖然我未必聽得明白，但是都見阿伯伯很用心地介紹，好像這個嬸嬸其實他好像不是住在這裡的人，因為我都在遊客區見到，一路又見到他見紅色衣服很搶眼，很異形，是的，我都見到他過了來，阿伯伯又是跟他聊一下天，但是有少少雞同鴨講的，不過但是 body language 咯，即是伯伯會很熱情地給你一張椅子叫你摸一下，甚至乎給你一張大一點的你叫你試一下坐一下，是的，我覺得這個人情味也是其他地方很難得的，是的。咁去到下一張相啊，呢個去到一個全新嘅地方。我離開咗嗰個 Ronda 啦。離開咗 Ronda 啦，呢個就係呢個塞維爾啦，一個地方叫呢個係我自己去嘅時候咧。因為我本身對西班牙印象就是很熱情、很奔放的，但是在馬德里的時候，在巴塞隆拿的時候，我未係好感受到那種，但是來到塞維爾，其實完完全全 feel 到，因為那裡的建築一行出個車站，我已經是哇，好靚，係啦，係因為那種是一些你看到沒什麼雕塑啊，其實很簡單的，都是一棟樓，然後有一個露台，一個很 classic 的西班牙建築啦，但是他們的顏色很漂亮，是糖果色，你看到每一間呢，其實他們會採用一些很鮮豔很特別的顏色，就是不像得我們現在玻璃幕牆啊，或者可能有些很正常的灰色啊，整個城市都灰灰沉沉，可能正正反映這個西班牙人的熱情奔放，就很 cheerful 的那種感覺。沒錯，去到的時候我就哇，真的隨手舉起部相機來拍呢非常之漂亮。下一張相又是，其實接下來給點心理準備大家，這幾張相都是一些很漂亮的，會令到大家愛上這個地方，是的，就是這個，這個是粉紅色，這個是一個類似教堂或者一個可以祈禱的地方來的，你見它其實就算是一個宗教色彩的地方都一樣會採用他們他們喜歡的顏色去處理，不會說因為那座教堂所以他特意用一些灰灰沉沉的色，是的，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的，粉紅色加上旁邊的樹啊、綠色啊，拍出來的效果很漂亮，是的，他們都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來的，是的，都有教堂的，沒錯，這些就是比較民居的地方，你看到的顏色可能未必那麼繽紛，但其實細節度都會看到其實跟香港的樓是很不一樣的，他們都不會有高樓大廈，可能這裡相對都是矮，可能三層至四層樓的平房，最高人都是三四層，好漂亮，是不是很漂亮啊，是的，想起一次麥考的感覺啊，有啲相似啊，冇錯，係啊，麥考感覺係啊，呢個好靚，同埋我唔知點解佢哋係咪大家有共識翻身咗咧？每一棟啲油漆咧都好鮮豔、好亮麗，好靚喎個對比，個 contrast 嚟講好 contrast，但係又好靚。冇錯，呢啲就算其實唔係啲咩市中心嘅景點嚟嘅，其實只係一啲環街小巷。咁我自己中意影嘢啦，咁我周圍穿梭，咁變咗就影咗呢啲得意嘅顏色的對比出來，加上天氣又很好，拍完出來其實很熱的，當時就是四十幾度，我就頂著個大太陽，然後就在這些小巷走來走去，但是很漂亮的，是的，還有下一張，沒錯了，去到這裡了，就教堂，教堂，是的，是的，這個地方是推薦給很喜歡攝影的朋友仔，因為無論你是有些人說你是不是拿一些很厲害的相機才拍到這一類的效果，其實不需要的，我甚至說可能你拿一部機仔也好，就算拿一部電話也好，因為天氣好，加上建築是比較鮮豔的顏色，你拍出來的感覺就是很漂亮的，很舒服，很熱情奔放的，我就來到這個塞維爾之後算是真真正正感受到西班牙那種熱情，好靚啊！仲有啲即係 graffiti 咁啊，將一個西班牙女郎咬住枝花，我諗跳緊西班牙，是是完全感受到嗰種，好靚喎！同埋佢係配合翻成個嗰、那個個鐵閘啦，嗰、那個外牆顏色，你完全融入到西班牙嗰種熱情奔放嘅感覺。同埋啲細節都照顧得好，例如一鐵閘可能正常都覺得平時都拉開咗，冇睇唔到嘢，但係佢哋呢個會特登再畫啲嘢上去，加埋成個感覺。
真係好推介大家，唔好淨係行啲大嘅地方，穿下啲大街小巷。好靚啊！你睇依個嘅，呢個係陶瓷嘅，係啦，藝術品。呢個其實係條燈柱嚟嘅。你睇下個燈柱都已經係啦，個燈柱都已經咁靚啦，飄花咁樣，見到一個好靚嘅，即係我哋唔知係乜嘢，可能佢哋有啲歷史故事啦。但你睇到嗰個天氣。撞落嗰條柱裏邊咧，就變成好似一個藝術品咁樣咯。冇錯，即係隨便去邊度影都係非常之靚嘅。哇！咁我哋即係頭 part 就講咗好多西班牙嘅，即係攝影嘅 passion 有熱情啦。我哋下 part 翻嚟講一個香港人咧成日講嘅叫做法國 Bonjour。咁我哋翻嚟之後再講 Bonjour 啦嚇。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緊嘅《城寨》，我係周博賢。徐少華，係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系啦，咁点算好呢？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系。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啊？你想搞乜嘢？一集。做四个钟，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城寨有嚟自五湖四海嘅观点，令你睇得高，望得远。音乐可以是私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城寨有乐。休息完，我哋又翻翻嚟呢个孖宝游世界啦。咁头先讲完西班牙啦，感受到热情奔放嘅感觉。我哋转一转话题啦，由一个热情奔放到一个浪漫嘅 Bonjour， 我哋讲法国咯。法国其实就系喺西班牙隔篱。隔篱啦，系啦。咁其实佢就系西班牙隔篱咧，然之后隔篱法国喺度啦。咁佢嘅左边就系呢个嘅西班牙，而佢右边其实都黐住几多嘅国家噶，比利时啦、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洛哥。其實都是黐住法國的，咁變咗有時間的話，長假期的話，其實可以去完西班牙，
再去法國，然後你仲有時間可以去埋隔離嘅幾個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瑞士、意大利、摩洛哥都 OK， 咁係一個好容易就去到，因為而家其實有呢個嘅歐洲嘅鐵路啦，其實連接曬所有嘅地方，好方便嘅。咁至於法國，我哋今日唔同大家講呢個巴黎啦，唔同大家講里昂呢啲咁大，大家成日通常會法國咧去 Paris 啊，跟住可能都係去 shopping 啊，或者去香榭里大道啊，或者去呢個凱旋門啊，咁跟住去買 Prada 買 LV 啊，咁都明嘅。呢個都係我諗十居期間香港好多女士或者去法國都一個其中一個熱門地方。但我哋今日講啲大家唔知道嘅法國，又係好好玩嘅地方喎。咁我哋就去呢個法國嘅南部啊，南法。係啦，南法成日都聽南法，南法有啲咩咧？咁我今日就介紹一個叫碧泉村嘅地方，話見到相已經好想再去多次啦。我係啦，個河嗰種感覺，係啦，個河流嚟嘅。其實佢就係呢個索格河嘅源頭啊，就係呢一個碧泉村嘅地方。你見到咧啲水係靚到好似親眼見嘅時候就好似一塊透明嘅水晶玻璃啊，係啦，似啊，你從來都唔會覺得哇，原來水可以咁乾淨，即係香港扭開水喉。都可能仲未必咁乾淨，佢呢個望落去係乾淨到你會覺得冇雜質，純天然，都好似一個綠寶石咁靚。係啊，好似綠寶石咁啊！咁下一張相我哋可能再睇一睇啦，咁就會見到其實佢下邊嗰啲咧啊，係咪見到水草嚟嘅？可能你見到而家張相右邊嗰度咧，咪好似有個位下陷咗入去嘅，即係嗰個唔係一條路嚟嘅，其實係一個水池嗰、那個。水池啦，算係，跟住下面凹咗落去咧，就係啲水草嘅位，係啦。咁綠色嗰啲咧，而家其實如果我唔話你聽，你咁望落去咧，可能係一片草地啦，有人會覺得。但你認真啲睇下，其實咧係有片水晶嘅玻璃嘅，好似水咁嘅嘢喺上邊嘅，係啦。咁好多人唔覺嘅時候就覺得，誒、哎、草地嚟㗎嘛，其實唔係啊，原來水草咧都可以咁靚嘅。係啦，這個就是比較少見啦。咁呢個地方的水咧，因為是一個索格河的源頭，所以水質非常之乾淨，亦都可以就咁飲嘅。咁當然我唔係叫你企喺條河邊自己撈上嚟飲啦。佢嗰度河邊咧好貼心啊，其實我覺得法國有時旅遊的地方，佢會有個飲水機俾你嘅，咁個飲水機就同一般飲水機唔同啦，就唔係俾礦泉水你啦，就直接將啲水咧喺條河度泵上嚟俾你試飲一啖。即係似我平時去香港買到啲法國嘅礦泉水，唔知會唔會就喺呢個嘅碧泉村喺度流出嚟嘅咧？係啦，清水非常之好靚，好靚，係咪好靚？呢個係我自己一個私人好中意嘅地方。其實我去的時候冇乜遊客嘅，即係唔好話華人嘅遊客，其實連歐洲當地嘅遊客都不。如果要去呢個碧泉村，我去南法，你點過去呢？我嗰陣時係住喺阿維隆嘅，咁我係嗰邊咧就呢個搭巴士過去嘅啫。咁係啦，咁至於搭咩巴士，因為我始終是兩年前去，我不知道有沒有轉到啦。咁就其實可以去翻巴士站有個係遊客中心，我都是在那邊問完，佢話翻俾我聽有邊一架巴士去到，咁然之後搭巴士直接就會 OK 嘅啦。點對點就到㗎啦。係啦，其實不需要轉車，亦都唔係啲好複雜嘅地方嚟嘅。咁但係未必一嚟未必有咁多人會過去南法，就算去南法可能都是睇薰衣草啦，未必會過去呢個地方。嗱，呢張相就可能看得比較清楚少少。係，即係綠色嘅層次係有多係啦。頭先睇藍色嘅層次，跟住睇綠色嘅層次係。其實可能裏邊好多唔同嘅水藻啊，唔同嘅植物啊，所以喺個折射出嚟嘅感覺就真係好似透明玻璃咁。真係綠寶石咁，係啦。咁同埋以前嗰啲水草係啲唔靚啊，好核突噶嘛。咁呢個水草係隨住啲河水飄下飄下咧，嗰種感覺係令你成個人好放鬆啊，係坐喺河邊度睇好靚。咁除咗呢個嘅碧泉村之外啦，係仲有一張，差啲漏咗添。呢張就係有山有水嘅碧泉村啦，係啦。咁除咗碧泉村之外，仲有個地方就可以都喺隔離嘅，瀨一瀨啦，就係呢個嘅圖魯茲啊。圖魯茲就係喺呢個嘅碧泉村，唔係喺呢個阿維隆嘅隔離啦。咁亦都係搭火車可以去到嘅。咁呢度係影乜嘢咧？哇，完全係攝影之旅啊！我覺得我呢個西班牙同法國係啦，咁就影呢個紅磚建築。係啦，咁你見到其實好多時頭先我話西班牙嗰邊咧好熱情奔放，好多顏色啦。咁但係圖魯茲呢度咧就好專一嘅，佢哋係用呢個嘅紅色，係磚嘅紅色。咁係一樣陽光打落嚟影相係非常之靚啦。你睇佢哋嘅紅有好多唔同嘅層次，有啲暗紅，有啲係鮮紅色啲嘅，亦都有啲係起咗可能百幾二百年太陽曬咗咁耐，啲磚咧係有啲唔同嘅陰影啦，影出嚟都係非常之靚。咁除咗呢啲磚屋之外咧，仲有一個就係佢係一條河流嘅隔離。咁佢嗰個河流咧，我自己中意就係晏晝攞住杯咖啡，去河流側邊揾張凳坐低，然之後望住條河，係啦，就係呢條河啦。
係其實係樹蔭啊，因為你知道西班牙法國其實嗰陣時係非常之熱嘅，係30几40度，但係有個樹蔭有條河，你揾張凳坐低，就算你唔坐低，你挨住側邊個欄杆，其實好靚。哇！你見到嗰個橋嘅島已經好靚，證明啲水其實真係好靚啦，好平靜嘅，咁個人都舒暢啲，我自己會覺得。咁你咧？其實你有去過法國喎，你去法國又做咩咧？咁我去影相啦，你去做啲咩？就係要做農友啦。咁我咧都有做農友，咁但係我咧就比較近期啲，我就2016年，即係上年咧，我就7月大約係6月尾，6月28号到7月头啦，即係差唔多有11日。用呢個嘅單車遊，咁呢個都係近年香港咧好多熱啦，係法國人嚟運動旅遊都係一個 business 啦，同埋都係中俾一啲譬如愛踩單車嘅朋友可以去，除咗利用行路啦，或者坐車跟團之外咧，用我哋嘅體力，我哋用都係用腳，用你雙腳，係啦，你就行路，咁我就用單車，本身我自己都中意踩車啦，以往可能你睇我節目都知道，我喺台東啊唔同嘅地方都用單車遊，咁我就真係試過衝出亞洲啦，咁於是就 join 咗個單車團，咁。就特登真係飛到法國，記住仲要去南部法國喎，唔係去一啲我諗環法，平時聽過嘅環法就係一個全世界好大一個嘅單車賽事啦。我就其中就走一段係環法一啲嘅路線啦。咁啊見到我啦，哇！依、這個就好似即係尋找他鄉的故事，一個 backpack。咁其實我係仲有一個單車更新嘅，咁、我就係啦，自己直情喺香港，我就拆咗碌 pack 好咗，咁就跟呢個單車袋咧就上飛機嘅。咁我嗰次去就由於係跟一個單車團啦，咁所以咧裏邊咧其實。除了香港人之外，我就仲有啲亞洲人，我的單車領騎嗰個係一個法國人，另外揸車我哋有個 support car 司機係個西班牙人啦。好專業喎呢一團。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個單車團裏邊咧唔係維維維嘅，我哋嚟之前大家都好好去 train 阿玲啦，大家要好好練好自己嘅 physics 啦，因為你諗下我去嘅時候係6月尾7月头，係南法最熱最熱嘅時間。熱嘅喎！我諗嗰時差唔多平均日 daytime 温度去高到40度。哇！你企喺度都人人熱融化，而我哋仲要踩住單車要去征服咧，其實都係對一個意志力、意志力啊、體力一個好大考驗啊！其實我哋嘅單車隊裏邊咧，其實有年輕嘅，又有亦都比較年長一啲嘅退休嘅公務員啊，range 咁大，所以其實佢 age 咧都幾大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對我嚟講都係挑戰咧，我就未試過踩落咁遠嘅地方咧，同埋要克服咁熱嘅天氣時候咧，咁我都曾經有少少，即係都少少想騰台咁，但係我覺得人一世咪一世啦，試一試啦，同埋我幾贊成嘅，即係我自己係 pack 自己單車過去嘅，我就冇租當地單車。咁我 pack 好咗咧，咁我就轉機嘅，我就係搭呢個 Swiss 瑞士航空，我就喺蘇黎世。停做個 transit， 跟住再直飛過去。咁我個起點咧，就我停嘅飛機嘅到達位就 Nice 喺尼斯嘅地方，但我就唔係尼斯踩喎。我哋喺尼斯做好 pack 好曬啲車就咧，跟住就車我哋一個嘅古城，一個 orange 嘅古城。呢、這個地方就係一個南法一 個有超過500-600年一個嘅古城。其實呢個位置而家你上一見到就係我哋到咗個 orange 嘅地方。你見到咧，其實好似同你少少似啊。南部法國裏邊啲屋咧，其實好多都用磚頭去做嘅，佢哋唔會加啲好高嘅建築物裏邊啊。咁 orange 古城裏邊咧，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古嘅劇院，係唱 opera。因為我到達第一日咧就未開始騎車嘅，之前我哋可以有少少半 day 喺個市鎮裏邊做一個 daytime tour 啦。依個嘅 opera 咧係法國非常出名嘅，好多嘅法國嘅一啲嘅男高音女高音咧都以喺度唱過歌劇為榮。你睇個建築物。已經是幾百年歷史的，如果你能夠坐在裏面唱歌，或者我當然不是男女高音，但你能夠買一張票看到那晚一個的歌劇表演的話，是很值得很值得的。很可惜我那晚去到是沒有任何的表演，但都有機會可以在這個這麼古老的劇院裏面去做一些就是touring。因為其實 Orange 的地方就很小，其實我們都是 by walking， 你都可以在個小鎮裏面周圍走，還有你會看到它有很多一些好像法國那些很戲嘅，有啲歐多有個 cafe， 咁我哋就未開始踩車之前咧，都盡量希望去 relax 啦，休息多啲啦，咁啊真係感受啦。我哋就唔去到香榭里大道 enjoy 啦，我哋就去到一啲嘅街頭露天 cafe。其實法國人咧，我唔知佢一日飲幾多杯咖啡，佢哋一中意就坐咗喺度咧，跟住就會飲杯 latte 啊，跟住可能佢哋中意食煙啊，喺度即係就坐坐喺度食下煙啊，跟住同啲朋友吹下水啊，或者叫佢支啤酒。咁其實真係我覺得你要感受一下法國人嘅。
生活態度，因為呢度冇法國 Paris 咁多人，我哋揀一個南部小鎮開波咧，都係咁原因啦、嗯。想即係感受一下法國人嗰種嘅，其實佢比較樸實㗎，因為佢哋相對唔係咁富裕啦，冇咁物質上。係啊，佢哋著啲衫都好簡單啊，同埋你見到啲建築物咧，其實完全冇現代感嘅喎。係啊，呢啲建築物好似翻翻幾百年前嗰啲咁樣，就好似 Orange 嗰時候，我諗三四百年前啲居民就係住喺依類嘅，可能用磚砌成嘅房屋啦，係咪？你會見到就算佢啲屋咧出邊啲磚頭已經少少灰灰黑黑，但係佢哋唔會拆走喎，同你一樣，冇錯。因為一拆走之後，你就冇咗嗰種嘅味道啦。咁我梗係要做阿摩爹啦。咁呢啲就係法國裏面小鎮裏邊咧，佢哋啲牆啊，紅色加藍色，你求其企喺度，我掹埋幅牆裏邊咧，都好似點影都靚嘅，點影都靚啦。你會見到呢個就係大鏡出邊啦。原來以前咧曾經做過唔同啲好出名嘅歌劇啦，咁佢定時定後都有啲唔同嘅歌劇。劇目在上演的，咁我就好可惜去到嗰日就冇機會睇啦。咁但係咧，依個劇院咧，如果你去咧，我好即係建議啊，大家能夠喺 Orange 留一晚，能夠買到一場飛去坐喺個劇院裏邊咧睇一個 opera。雖然唔知佢唱乜都好，但係你都要去感受一下啦。同埋因為法國好熱啊。你知唔知法國嗰時平均我諗我哋嗰一度38度啦，你會見到佢好多啲翻騰啊！佢哋咧啲翻騰咧，原來咧嗱，好多人咧就要嚟嗱，千祈唔好做，冇洗腳，冇洗手，但係啲水係可以飲噶。哦、你可以用個即係膠樽啦，將嗰啲泉水咧拎去佢，因為其實佢哋全部都 purify 曬乾淨嘅，你可以飲，但千祈唔好做傻嘢，唔好浸腳。嗱我唔講啦，某一個國家嘅旅客咧就好中意咧去啲翻騰咧洗面啦、浸腳啦，人哋法國翻騰係唔會有垃圾嘅，嚇唔會有人洗腳，唔會有人洗面嘅。我懷疑只係幾一樣嘢，我見到法國人攞住個冰凍嘅香檳擺喺翻騰裏面浸嘅啫。哦，文化唔同啊，係啊。即係我見到翻騰啊，我諗下會唔會有人去做啲傻嘢咧？原來唔係喎，我經過幾個嗰啲翻騰咧，好靚嘅，全部啲雕塑咧，全部都係啲人咧將啲香檳咧或者啲白酒咧，將個 cool down 啊，擺咗喺個翻騰裏邊。天然嘅冷凍啦。係啦，天然冷凍啦，咁就真係依樣嘢，即係提醒大家啦。你就算你見到咁靚嘅水池，你冇以為係洗手啊，或者即係自己即係啊見到冇垃圾桶喎，因為法國唔多垃圾桶嘅，你就冇 wing 喺個翻騰度啊，唔係真係好丟臉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去到地方尊重當地文化，做翻個我哋叫文明人啦。文明嘅人，不過我相信好多香港朋友都 OK 嘅，都對於依樣嘢都好尊重。咁嗰晚黃昏啦，你會見到哇嗰、那個剪影啊，係。呢件其實一個係一個建築物個拱形，我就匿埋咗喺裏邊喺度等啦。開始magic light 啦，見到呢陽光散咗之後咧，開始有月亮出嚟時候咧，你會見到劇院更加有嗰種感古味古時嘅味道。係啦，古時嘅味道都自己就回到過幾百年前做一個穿越咗一個法國嘅淑女咁樣咯。咁我成日喺度等佢開始magic hour， 佢個陽光時間太長啦。因為法國我諗頭先你講啦，7點8點都仲有陽光嘅。佢依個時間其實我記得都成9點幾先開始慢慢陽光先收啦，先暗落嚟啦。咁你會見到依個就係嗰個劇院夜晚燈開著咗時候，哇！好正嘅，同埋咧呢度咧係擺咗好多唔同出名嘅世界國家嘅 opera 嘅歌手、男歌手、女歌手，將佢相係擺曬喺個劇院周圍嘅。嚇、當然有啲好出名嘅 Presido Domingo 啊，或者啲曾經過咗世嘅啲男女高音、女高音咧，佢哋嘅相咧擺曬喺呢邊，佢曾經都喺度表演過。咁所以呢度就等於我哋香港人話我哋歌星一定要紅館啊，當然呢就低人哋啲。如果你係一個世界級嘅歌手，一個 opera 咧，如果能夠喺一個劇院裏邊唱歌咧，咁即係要話 number one。好，咁啊落下嗱，其實夜晚亦都好得意喎。Orange 住嘅地方夜晚咧，佢哋會有啲免費嘅，佢哋喺個 square 度咧有 jazz 哦。夜晚係唔需要使，即係唔需要用錢，你都要，因為嗱。他們的地方不會看電視的夜晚，他們會怎樣就會出去 Square 裡面大家一起 enjoy 音樂，這個是一個 jazz， 我們吃完飯之後發覺來源於 Square 裡面有些音樂，有些 jazz 的音樂的聲音，我們就去看，然後那晚有一個 free 的爵士音樂表演，全部坐在那些公公婆婆在那裡，大家一路休息一路可能喝著啤酒這樣，咁就睇住依個 live band 咧喺度吹緊 saxophone 啦，玩緊依個嘅爵士音樂咧，喺啲咁靚嘅環境咁嘅天氣之下，其實佢夜晚嘅温度舒服嘅喎，雖然可能日頭40度，但夜晚咧真係可能係20多度啊，有啲風啊，你可能要著咗件外套咁樣喎，所以其實嗰個法國南部啊，我講嗰個温差都幾大，所以其實就建議大家如果要去玩夜晚，攞件外套啊，女仔即係摟住一身咧，咁就唔會怕即係著涼啦。咁好啦，咁我哋夜晚就
亦都睇下免費音樂啦，又行咗劇院啦。咁當然我哋就要開始我哋嘅單車之旅。好，咁我哋其實就見到喺三點零，我哋見到我哋啲單車嘅陣容啦，哇，鼎盛啊！嗱，係啦，好鼎盛啦，呢個就係男朋友啦。咁我哋之前留咗喺 Orange 嗰個嘅地方裏邊，我哋包咗間嘅即係類似係酒店啦。佢就特登將間房係俾曬我哋所有單車友，我哋將啲單車全部 unpack 之後咧，再裝翻個碌之後咧，呢個房係俾我哋擺單車嘅。你可想呢度咧，全部都係我哋香港朋友寄過去嘅，我哋就冇租嘅。咁我哋就夜晚就負責睇下泵下氣啊。check 下嗰啲安全啊，有冇問題啊？好緊要嘅，因為單車安全至上，所以個氣我冇 OK 啦。因為我哋上飛機之前，輪胎啲氣全部放曬嘅，所以到達之後咧就要裝翻好曬所有嘅唔同 accessories 啦，同埋氣要 make sure 佢哋唔會 flat 啦。咁我同男朋友夜晚就哇，企喺呢個嘅單車房裏邊就非常非常之興奮，因為其實係非常之值得嘅。咁其實我哋踩單車 check 好曬之後咧，夜晚好得意嘅酒店咧係安排咗俾我哋飲啲紅酒白酒，我哋依個嘅 2.9， 你會見到咧個酒店 welcome 我哋依班嘅外國嘅遊客，就喺個酒店裏邊安排咗咧。其實法國人咧，原來真係一個飲酒文化，就等於我哋可能飲可樂、飲汽水。無限供應紅酒、白酒、rosé， 咁我哋兩個都飲到嗨嗨，因為咧佢係可能包咗裏邊啦，但係其實佢係 bottomless 嘅，你不停可以叫嘅，咁同埋佢放曬一張台裏邊，你自己飲啦，飲完之後如果唔夠咧，跟住佢就會再添嘅，所以其實都。在法國如果不喝酒真的非常因為它很便宜好像水一樣沒錯我們都輕淺常因為我覺得踩單車喝酒我都怕會出事我怕睡過龍因為每早上都要七點鐘就可以出發的所以之前那個休息很夠我們三點四都是看到一張照片就是我們出發之前我們就去試車的這個就跟男朋友因為我們的車到步之後都要試一試輪胎那些機件剎車系統問題就踩在那邊你發不發覺這個地方像一個什麼的我們發覺整件一個的 symbol 海船門沒錯是 Origin 有一個叫小型海船門其實它都有成五六百年歷史的雖然它就的 size 或者它的名氣就沒有這個海船門法國 Paris 那個那麼大但這個歷史絕對是比原來海船門更加遠我又特登就喺依個嘅小型海船門做一個勝利標誌啦，希望能夠咧，即係嗰十幾日嘅行程咧安全順利啦。因為其實都辛苦嘅，但係我會覺得即係人一世，物一世，一定要試。咁啊，四點三我哋就可以見到啦。我哋既然有咁多人啦，要踩咁多日單車咧，我哋要咩啊？就叫做一個 support car。係嗱，好多人問我喂 ，Joyce 如果腳軟啊，唔掂啊，點算？放心嚇，我哋唔係死頂嘅啊，我哋咧就特登都。個團裏邊咧係包咗一架呢啲叫做 support 架，叫 Euro car。咁如果譬如我咧都會停喺度嘅時候，如果真係譬如有啲團友扭傷或者抽筋咧，佢哋踩唔到咧，就可以將個單車放上呢架車裏邊，亦都可以坐嘅。但係先至聲明先，位置有限，可能就得兩三個位嘅啫。但成團有二三十人嘅嚇，咁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咁但係當然啦，盡量就冇上 support 架啦，即係盡量希望能夠咬住牙根踩曬成程啦。但係其實 support 架都緊要嘅。好，咁我哋終於可以。見下我的踩車英姿啊，四點五啦！你見到我踩到嗨嗨個樣啦！嗱，呢張相我冇做過任何 P 圖嘅，其實嗰個斜路係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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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斜嘅。其實嗰日咧已經係高温，將近成38.幾度，係日照住呢啲斜路，唔係踩一段，係足夠踩成個幾兩個鐘頭，係不停爬坡，真係意志力嘅考驗啊！爬坡咁呢張相啊，男朋友係揸住一個類似啲即係手提好嘅 cam 係影啦。其實呢個斜度我諗差唔多都有成。二三十度到啦，咁你諗下一路踩一路咧，啲汗咧，其實我成個身咧，啲汗係濕曬嘅。我仲有一條圍巾咧，擺喺我條頸後邊係索汗，可以滴水啦。係啊，完全咧根本你飲幾多水都冇用，因為咧你即刻咧就會蒸發咗。因為冇辦法，嗰個天氣實在太熱啦。我哋四五七可以睇下嘅嗱，咁我哋呢個團裏邊有啲咩嘢人，究竟有咩領騎嗱？依位。法國男士，你好似個大叔啦，你有冇睇笑啊？當年佢曾經係法國職業賽嘅單車手嚟㗎，咁犀利！就係今次我哋，我虎藏龍喎，你呢個團。你見佢好似話好似 George Clooney 啊，你我叫翻俾佢 George Clooney， 佢係一個法國人嚟嘅，佢好高成六尺幾高嘅，咁佢嘅英文好流利嘅，咁佢做我哋今次單車團嘅領騎，咁亦都佢係一個即係都可以導遊嚟啩。我哋去到唔同景點咧，佢都會停落嚟咧，同我講呢個嘅歷史係乜嘢啊？咁我哋有時好多問題，喂，呢個地方有咩特色？
別啊，或者我哋都會停喺度休息嘅時候咧，阿、George Cooley 咧就幫我哋做一個響度同介紹，咁我就喺度咧聽佢講書啊。所以我覺得所以其實旅行除咗運動之外咧，我覺得都要停一停，留意一下佢哋有啲咩景點啊，或者歷史啊。咁我哋4:08，我哋可以見到，我哋都會有機會除咗踩到嘔之外咧，嗱頭先你講過咧，有啲山城其實法國咧南部都好多嘅山城啊，依、這個叫做 Salt 啊，Salt 依個 Salt 嘅地方都係一個山城上高起樓嘅喎。你諗下喺幾百年前，好犀利啊！幾百米或者幾千米上邊、啊，我都唔明啲人點能夠將啲材料上去咧，建築器材可以搬上去跟住起啲樓咧。嗱，你見到其實佢哋都係咧白色、黃色，因為佢哋嘅土壤啊，相對嚟講，因為天氣太熱啦，佢哋都係比較灰灰黃黃。但係你唔見到幾百年之後佢加建任何嘅建築物喺度嘅，仍然保留翻佢嘅原貌。依、這個我都係500-600年我阿伯以上嘅，但係佢唔會將佢再加建高樓大廈，整間七仔啊，或者加個任何嘅現代建築物喺裏邊啦。咁我哋所有單車嘅朋友都會停喺一個領點裏邊影相啦，同埋即係要補補水，因為咧其實踩咗咁長時間咧，大約其實2-3個鐘頭咧就要停落嚟噶，唔係就會中暑，同埋我哋不停咧要飲好多個 水，因為我哋嘅車裏邊咧有2個大水樽嘅、其實基本上2個鐘頭到咧，個兩個水樽咧就已經俾我哋飲曬噶啦嚇。咁、所以咧為咗慎防中暑咧，阿 George Cooley 咧經常提醒我哋咧就要飲 水，要補水嘅。喂，4:09啦，你會見到咧，我同我男朋友就幫住我嘅。因為沿途咧其實都幾熱嘅，我哋盡量大家都個互相呼應啊，嚇！因為講真的，有時可能有啲人嘅體力咧就會墮後啊，嚇！有啲當然會快少少嘅，咁我男朋友即係當然做我呢個嘅護花使者啦，因為我都有少少去到中段咧都攰嘅，咁啊佢沿途都去即係幫助我啦。其實你見到呢嘢踩車點解影呢張咧？你知唔知後邊係乜嘢嘅什麼嘢啊？係農地嚟嘅後邊，呢個就係 Vineyard。葡萄園啊，我哋成日講，哇！啲人話你飲咩法國紅酒啊，飲啲乜嘢嘅辣fit 啊咁樣啦，辣fit 咁樣啦，我就唔知啦。咁其實咧，原來好多啲咁靚嘅葡萄酒就喺呢個南部嘅地方就已經係種植嘅，因為佢嘅天氣、水土係非常適合呢個嘅即係上等嘅好嘅葡萄咯。其實我後邊依全部咧都係葡萄園嚟嘅。咁究竟係咪做辣 fit 咧就唔知啦嚇。咁但係你發覺原來南部周圍都係依啲嘅葡萄園，你都可以落去嗱，當然啦，你可以攞一粒兩粒嚟食嘅，但係咧其實好酸嘅，因為其實佢哋都要做。做過一啲唔同嘅加工，洋酒嘅啦，咁但係當然有啲團友多手嘅，成抽攞嚟跟住代走嘅，嚇咁啊冇俾人見到嚇，因為呢啲都係啲嘅酒廠嘅。ownership 嚟嘅，就冇見到咧就立，咁但係大家見到梗係興奮啦，因為有幾可以咁近距離貼咗酒廠咧，咁啊跟住除咗我哋去酒廠之外，當然我哋又要睇下今次環法一定要去嘅地方就係薰衣草，我哋5:04。你望下一個好靚嘅背影，哇！呢、這個背影哇當然係粉紅紫色嗰個係我啦。雖然我個背面，因為咧點咧就係因為我嗰個著一件紫色嘅 dress，一件嘅車衫，配翻當日呢個嘅一大片呢個薰衣草啊！哇！直情覺得個感覺咧～我諗呢啲少女大部分都對於個薰衣草有張情意結啦，冇錯。咁但係其實咧，記住一個冷知識，當大家飲薰衣草嘅時候，其實咧你左右頭頂全部都係蜜蜂嚟嘅，冇錯。因為咧佢哋係因為啱啱嗰段時間係呢個薰衣草係最即係最。blossom 嘅時間啦，咁亦都係蜜蜂咧最辛苦嘅時間，因為佢就不停咧就要喺度採蜜。因為我知啦，有人圈我啦，我會可能 add 多少少時間去講 add 多法國咁啊少少 overrun。你會見到咧，啲薰衣草咧，我諗香港人成日都。哇！趨之若鶩嘅，哇！如果能夠結婚，可以咧，依個薰衣草園就好啦。可能啲人會去日本啊，去北海道或者台灣都有薰衣草。但我覺得最正宗、最靚、最震撼咧，一定係環，即係依個南部依個嘅普羅旺斯。咁你見到咧呢啲相咧，一定係畫聲啦。咁我哋見到依個嘅6:00呢張咧，成為我手機到而家嘅 wallpaper 就依張啦。哇！望到都覺得開心。哇！即係你直咧，你就算未去到呢個位置，你望到成片粉，因為佢咧係無邊際嘅。當你停嘅時候咧，你係見唔到嗰個圓嗰個 boundary 嘅，全部都係薰衣草。咁你見到我隻手，哇！即係將係立起咁樣嘅感覺咧。但係其實咧，你會見到好似有個 UFO 喺我頭頂經過嚇。嗰隻唔係 UFO， 嗰隻係蜜蜂。因為當我喺度影嘅時候咧，你頭頂係超過唔知幾多百萬隻蜜蜂咧喺你嘅左邊右邊，但問題。
题你放心，他不会咬你的、啊、因为他非常忙碌去采蜂蜜，他挂着采蜂蜜不得闲理你，但是他其实是怕的，因为你是不断听到蜜蜂在那里嗡嗡嗡，还有当我踩车经过这个薰衣草园的时候，我是被蜜蜂襲擊的、oh. 因為我太甜美太 sweet 了我真的被蜜蜂追著我釘的，我真的被蜜蜂就釘了一夜，我就是有一點輕微的車禍，即跌了下去草叢的、oh. 即多謝蜜蜂了，即 我跟大家說，如果去、法國南部、不需要怕蜜蜂的，如果你看到你用手將慢慢將它撥開就可以了、mm. 你越怕呢它越咬你，它就越咬你。所以這個薰衣草的地方呢，我初時都說哇救命啊，怎麼辦啊，六點二我們看看那個震撼了，就會見到一個類似的 Paramon， 哇哇，我就做了一個即是180度影，你會見到整個都是薰衣草園，其實你可以全部落得去的、啊、你可以落去影相，這個就沒有攔起的，都不是一些任何人養，這個是即是 natural 一個 wild 的野生的薰衣草地方來的、哦、還有呢那些味呢跟平時我們呢都有買啲化妝品，可能有薰衣草味，係、嗯、唔同嘅。佢係冇任何嘅雜質，係天然嘅。你知啊，其實我都將啲薰衣草咧掹咗好多咧，擺咗我嘅車尾個車袋度咧、啊，我成個車袋都香噶。係啊，我諗啊，哇！你咁貴啊，要買個薰衣草，嗯、其實喺法國南部咧，其實真係行落街，即係講真係你。多到你不愛、啊、因為根本就是很普通、嗯、但這個薰衣草就是成為法國南部一個重要的旅遊和一個生產這個薰衣草一個的化妝品、啊嗯、因為你知道一個 LOCC 字頭的品牌呢，他們就是主打在南部的薰衣草來做他們的可能 body cream 啦，可能做化妝品啦，這個地方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啦，還有很多少女啦或者拍婚紗照，因為我那個經過都有一些法國人特地駕車過去拍婚紗照的、嗯、很漂亮的背景、啊啊、法國人就好啲啦，香港人就特登可能你要join啲嘅wedding嘅團咧，就要飛到去法國去影啦。咁、嗯、但係其實南部嚟講，你周圍都係薰衣草，度度都可以攞靚景。你話齋相機又得，手機又得，咁你一 shop 就已經得好靚。咁除咗去薰衣草園啦，另外其實我都緊要就去酒廠，我係6:30、6:40。因為咧依個嘅單車團咧，你見到我喺後面喺度，哇，好似扮曬識人咁。其實咧，我要篤下嗰啲咧，嗰啲 barrel 啊，嗰啲嘅酒桶啊。因為我當然掂呢啲就比較可能都係10年、10多年到嘅，有啲係唔知幾百年嗰啲酒桶係唔俾我掂嘅。咁就係一個酒窖嚟，其實依個酒窖嚟嘅，佢嘅温度咧係好涼嘅，因為咧啲酒要需要喺個温度保存咧先至可以賣嘅。咁啊特登安排就行咗一間，佢就唔係好耐嘅，依間酒廠話100年到歷史啦。啊，但係就喺法國南部咧，閒閒地。你每一間的酒廠都要幾百年歷史嘅，我依間就可能都100多年到啦。咁啊，佢嗰個酒廠嘅負責人都落到嚟同我解釋，即係釀酒嗰個嘅步驟啦，同埋俾我哋掂下啲 barrel 啦。因為你行埋去嗱，一個成年人行埋去個 barrel， 我諗基本上可以擺得幾個成年人咯。啊，裏邊全部都係裝一啲嘅紅酒啊，我都有買咗。我想問我有 support card 嘛，所以我就買咗一支紅酒，同埋佢哋咧都有種橄欖嘅，佢哋所以將啲橄欖變成橄欖油做煮餸嗰啲咧，咁、嗯、我哋都買咗噶。咁我哋見到一班哇，好似鴨仔頭咁樣咧，因為原來都幾多人咧中意去法國，原來除咗睇婚宴組之外，中意去酒廠、嗯、都係一個熱門一個旅遊點嚟嘅。咁我哋就好似鴨仔咁樣啦，有啲人就中意就。去留喺睇啦，唔中意就可能行出去做其他嘢啦。咁我就覺得人都上咪一世，入酒廠加入啦，係啦，同埋你會見到嗰個釀酒過程咧，先知道哇！我哋唔好暴殄天物，我哋6:56，我哋近鏡睇下究竟呢個嘅釀製葡萄時候，嗱呢啲就葡萄啦。哦是很 raw 的，其實這個都未完全可以即係熟透，同埋咧，如果你即係我搣一粒嚟食咧，佢係好酸嘅啲皮嚇，啲皮啊啲皮好酸嘅，啲肉咧都唔係好甜嘅。啊，我諗呢啲同我哋平時食嘅葡萄籽咧，完全唔同嘅。其實我諗釀酒嘅葡萄同我哋平時屋企食嘅水果葡萄咧係兩回事，因為係非常非常之酸嘅。咁但係呢啲就係釀製，我諗即係有唔同 grade 嘅葡萄酒嘅最重要嘅知啦，同因為個天氣啦、水土啦、環境係非常。非常適合之去做呢個葡萄酒，所以點都要落車去感受一下啦。我哋7:01，我哋可以快少少啦，因為咧時間唔多。
我哋點解要做呢張相咧？因為哇，我哋踩車除咗有葡萄園咧，呢啲係全部係啲車釐子係 fresh， 啱啱喺樹罩嚟。呢、這個伯伯咧就停咗 Harry 裏邊咧，就賣呢個車釐子。啊，咁我哋咧就班踩到咧，即係已經非常之攰啦，就停喺呢個位置，跟住我哋幫佢全部掃曬呢度。補充下啲糖分啊！你哋要所有係新鮮嘅車釐子，全部喺後邊啲樹全部摘落嚟嘅。呢、這個伯伯咧就特登 highway， 好似香港有時台灣咧，有時我哋咪踩車 highway 都會見到啲人可能賣色加賣唔同水果。法國南部就賣車釐子，全部新鮮冇防腐劑 ，fresh 好 juicy。咁呢度擺咗呢個八桶啦，我哋呢度咁多人啦，基本上係幫佢掃曬嘅，現場幫佢食咗大半之後咧，另外有啲團友係幫佢買走，即係拎翻酒店。咁、呢個伯伯咧，佢不同我哋講法文喎，咁我哋有啲團友識講法文就同佢傾偈啦。咁其實佢都係第一次見到有咁多香港人，佢都奇怪，哇四十幾度，你哋咁熱血嚟踩單車流環法，咁佢又～好熱情啦，所以我都識講一兩嘴嘅法文嘅同佢傾偈，所以其實咧踩單車落去就有好多 unexpected 嘅地方，你係完全冇諗過會出現嘅，咁但係嗰啲人同事都非常之令你驚喜啦。啊，咁啊朝頭早踩到死死下啦，我哋夜晚會唔會有咩好嘢？會法國大餐？我哋7:06，我哋會見到我哋嘅法國大餐。哇！其實喺夜晚咧，法國人咧好重視夜晚嗰餐 supper。你知唔知一個法國人夜晚 supper 用幾多鐘頭食咧？係咪兩三個鐘好似要？基本係起標點係三個鐘頭嘅，你係由黃昏開始食，食到天黑嘅。咁記住喎，係每一道菜係慢慢食嘅喎，係俾完白酒你飲，你冇諗住有前菜喎，再俾你飲紅酒。哦，咁跟住俾啲麵包你，跟住再俾啲湯你，咁用咗一個鐘啦。係。啊，咁跟住就如果你要食完先好喎，唔係佢唔會上第二道菜嘅喎，跟住佢就。有呢個嘅主菜啦，咁跟住主菜裏邊咧，仲有其他啲古靈精怪其他嘢。但係你見到法國人好著重嗰個晚餐點解質素？因為佢覺得夜晚就一家人，大家圍埋一齊去食飯，大家傾下朝頭早嘅辛苦啊，係咪？你見到法國人咧，佢哋呢啲好似銀器啊，其實原來好多法國屋企裏邊咧都有一套嘅銀器係招呼朋友嘅。咁我哋夜晚依間酒店啦，我哋坐喺户外啦，嗰時已經成8:幾，個天仲未黑曬嘅。你會見到佢哋有一 set 啲銀器，每一台都有嘅，係歡迎我哋喺外地嚟嘅旅客咁樣咯。同埋一個緊要啦，法國礦泉水，係見到，依個真係法國嘅礦泉水，係唔係香港平時超市買？依個就係佛蘭西嘅礦泉水。咁啊，嗰晚咧，即係所以法國人好著重依個嘅飲食文化咧，成日香港人話哇要即係三扒兩撥。啦，唔係喎，依間酒店咧，佢提供嘅法國菜喺米芝蓮係一星嘅喎，咁所以我哋係非常之即係享受，同埋用一個平和嘅心食每一道菜，盡量將佢食完啦。因為有時香港人都想哇三扒兩撥就食完嘅，法國人就好 enjoy 嗰種叫做 slow eating。非常之慢食，慢食係食三四個鐘，你食得快冇禮貌嘅，記住啊！你食完之後離開張台咧，啲法國人就會 no 啦，唔中意，所以其實都要知道一下呢啲法國人嘅飲食文化啦。哦，咁我哋差唔多踩成7-8度啦，我哋臨尾差唔多已經盡量去到尼斯嘅地方，我哋見到7:09。我見到終於有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除咗我嘅單車之外，就係、是哦、有火車啦，火車啦！依架火車咧，其實我哋好多人想跳上去，因為依個火車係直接可以翻翻去尼斯嘅，因為我哋仲要踩到去尼斯，咁我哋望住依架車，如果可以跳上去，多麼好啦！咁但係依個就係一個駅站，一個火車站嚟嘅，咁有啲人就會喺依度上車，就會直接翻尼斯嘅。咁我哋當然就冇辦法啦，冇咁嘅幸運啦，我哋就喺依個交通工具旁邊影一影一張相啦，咁就期望我哋好快都會到尼斯。差唔多應該去到尾站，係咪？我俾你見下，你話法國人嗰個環境靚，我睇下依個嘅8:2同8:3，你會見到一個人工湖，你會見到依個湖係靚到，我同我男朋友踩完車已經即係筋疲力盡啦，坐喺湖裏邊，跟住涼風送爽，你見到嗰種。我直情覺得依個係綠寶石，同你頭先講個溪嗱，你睇依個 scale 細啲，我依個成個係依個，其實依個係一個水力發電嘅地方嚟㗎，依個係一個儲水地方。又話實法國人咧，佢哋係用水力發電嚟㗎，因為佢哋比較環保。咁我哋就坐咗喺依個喺度休息下時候，你望下後邊嗰個山水同個天咧。真係完全一幅嘅油畫的一樣，你會覺得咧，你永遠永遠都唔會忘記法國嗰種，即係有熱，但問題嗰種天然環境咧，可能同其他地方歐洲又好唔同嘅嚇。同埋我諗情意結啦，環法單車必到朝聖嘅地方啦，點都要去一次嘅。咁差唔多就去到。
8:05同8:06啦，我哋已經去到尾站，準備 pack 車啦。呢個城市都係一個原來拍過 Casablanca 嘅地方嚟嘅一個場景嚟嘅，所以我哋特登喺度咧都即係擺擺 pose 啦，因為差唔多已經去到尾站，大家都已經好多由白人啦變咗黑人。我男朋友咧嚟嘅時候係白雪雪嘅，走到尾程咧佢已經變咗一個嘅非洲黑人啊，咁佢就好自豪嘅，因為呢啲就係健康膚色啦，即係呢啲係血汗嘅印記啦。因為我包落含曬，所以咧我好彩，我就冇變黑灰嘅嚇。咁我都仍然白雪雪嘅，因為我不停係用即係補防曬啦。另外我都將啲面罩拉到上去俾啦。咁呢個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單車嘅團友，呢個嘅 uncle 啦。其實佢係前天文台嘅副台長嚟嘅。咁佢年紀比較大，咁其實佢都好厲害喎，盡量都能夠完成咗大部分佢叫做阿武哥。咁啊，佢沿途講咗好多嘅天氣嘅知識俾我聽啦。咁其實佢到臨尾咧都腳軟嘅，都上咗 support 卡，差唔多都捱到尾程嘅。所以其實咧，旅行用單車旅行咧，真係可以識到好多你意想不到嘅朋友咯。哦，呢個尾站啦，咁啊見到呢個肥啲啲嘅就係 support 卡嘅司機啦，條脷伸出嚟嗰個哥哥係一個嘅西班牙仔，佢特登係飛過嚟同我哋 join 我哋議程咧，去帶我哋去嘅，因為佢因為你講過啦，西班牙法國大家都好想近啦。咁另外仲有好靚仔嘅有少少鬍鬚都係西班牙仔啊。咁啊佢啲身手好好嘅，我哋有啲團友就碌落山啊，又唔知飛去邊度。佢幫我執翻上嚟嘅，咁已經去到尾程啦，大家真係一定要 V 啦。大佬，我初時我都以為自己咧捱唔到咁成，每日都踩過百 K 啊！大佬，真係我以前都係踩，即係堅踩，咁啊當然能夠完成到，其實對自己一種嘅 promise 一種挑戰啦。咁完成到就very happy 啦，咁我哋差唔多已經去到最尾嘅景點，差唔多去到 Lisa， 呢個 Lisa 一定要講啦，就係呢個嘅8:07同8:08，去到尼斯呢個相對多遊客會到的地方，因為之前我哋去的地方全部都冇乜香港人啦，冇乜中國人，哇！呢、這個尼斯嘅沙灘就嗱，記住啊，呢度唔係露天嘅，唔可以著衫嘅，記住要著泳衣嚇，冇除打赤啦，會即刻有警察捉你嘅，你會見到啦。哇！個海好靚喎，尼斯係好鬼靚噶，即係嗰日我去時候陽光海灘，即係其實我嗰日著得太多衫，但可能有啲泳衣上我就唔方便俾大家啦。咁嗰日咧，其實真係你要著得即係要少啲啦，清爽一隻吊帶背心啊，著條短褲啊，曬太陽，啲陽光好猛烈，但係曬嚟咧好正好爽。你見到嗰啲哇，啲人打呢個 beach volleyball 啊，咁啊嗰日好開心，我見唔到啲靚仔啊，都係啲肥佬比較多嘅。但係即係尼斯都好值得，如果去法國，除咗你去 Paris 之外，其實值得去尼斯 enjoy 下，係啦，環遊好多地方啦。咁其實係咪嗰度都有好多共享單車嘅9:02？因為如果譬如話，我冇自己單車喎，咁唔使擔心。喺尼斯嘅城市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好似香港一樣、台灣一樣有共享單車。你俾大約唔知幾多歐羅度咧，就可以坐住依架嘅共享單車就可以遊城啦。咁你見我都扮曬嘢，都感受一下啦。咁同埋最尾一張啦，9:04，依個就係尼斯一個好耐嘅一個叫做古城嘅地方。咁其實我離開咗尼斯之後，我相信大家冇記錯，就應該前兩年有一個好尼斯一個大嘅恐襲啦。其實就喺我離開尼斯之後嘅第二日發生嘅，因為嗰時候我又飛緊時候啦，我有啲朋友留言喺我嘅 Facebook 啊，喂 Joyce 你喺邊度啊？知唔知尼斯發生爆炸？我完全唔知咩事，我到咗香港，我翻嚟之後，喂原來出咗事喎。先知道呢個咁靚地方，即係有啲恐怖分子去破壞呢個咁和平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你會知道每個地方有佢嘅美好地方，但我哋絕對唔希望有任何人用任何形式去破壞啦。哇！一口氣講咗呢個環法之旅，我都口都乾啦。咁所以其實今集哇好豐富喎，好豐富，聽咗好多嘢啊！西班牙嘅有熱情之旅、攝影之旅啦，我嘅仲用汗水、用體力去完成呢個嘅法國南法之旅啦，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亦都唔同玩法。咁所以其實都非常之建議大家旅行其實永遠唔好得一種玩法嚇，試下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挑戰下自己，挑戰下自己去下啲。自己平時唔會去，頭先你講嗰啲地方我都未去過啦。聽完之後，即係我諗我都想踩單車啦。聽完你講，係啦，地想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啱啱呢兩集都講咗歐洲啦。咁希望我哋跳出咗亞洲之後咧，能夠帶多啲唔同嘅地方俾我哋孖寶遊世界嘅朋友 enjoy。記住，大家如果想知多啲資訊，我哋會將我哋嘅資訊擺上喺個 fan tree 裏邊嘅，等你哋會知道嘅。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少少 over 咗，不斷圈我啦。好，下星期再見，拜拜。
7点至8点，孖宝游世界。